我觉得不论你认不认识 Pina， 都非常推荐你看这部影片。温德斯导演他用最新的科技来捕捉一个我们人类最初、最直接透过我们的身体、透过舞蹈去传达一个最原始的情感。那种感受，是我原本不觉得可能在电影当中是可以捕捉到的，但是没想到就是用刚我说过最新的科技，在他的镜头当中跟 Pina 的舞者们一起合作出一部非常动人，然后非常直接、非常震撼的一部影片。所以非常推荐，就是各位在6月8号的时候可以到戏院观赏 Pina。谢谢。